那传播那个疟疾的是疟蚊哦。那这个恶性疟，在非洲地区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疟原虫恶性疟哦，就是由这个冈比亚疟蚊传播的哦。好，那台湾曾经流行过疟疾嘛？哦，台湾曾经流行过哦。在台湾的话，传播台湾的那个疟疾的是这个矮小疟蚊哦，或者叫微小疟蚊哦。这个考试曾经考过啦齁，所以同学们就稍微注意一下齁。好，在大陆那边的疟疾又是不一样的疟蚊哦齁。好，那这个是矮小疟蚊的一些生态习性啊，这个同学们稍微看一下就好啦齁。那当时会消灭疟疾主要是因为大量喷洒这个 DDT 啊，然后就把疟蚊全部杀死。好，那其实就是了解这些生态习性呢。它是半夜是吸血高峰，吼、哦，好，然后白天常栖息在室内，吼、哦，这个是它的生态习性哦。好，但是因为 DDT 它对环境是有害的，然、哦、后所以到时候那个当时就是后来就禁用了，吼、哦，好，好，那这个台湾在1965年，吼、哦，就是民国54年，吼、哦，宣布为就是。疟疾根除区，好、哦，就是疟疾就被根除了哈。那这个是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一个证明的文件啊。这个是那个连振东，当时的内政部长。连振东是谁？你知道吗？就连战的爸爸。好、哦，好。那在民国54年哦，宣布为台湾宣布的疟疾根除区。那台湾现在还有没有疟疾？现在还有吗？没有，还有吗？还有，只是这些疟疾都是境外移入案例，哦，就不是本土的疟疾，哦。好，你看一下，从1965年宣布之后到2014年，哦，每年都还是有二三十个疟疾的案例，哦。这个通常是，就是去国外旅游，哦，去当地有流行疟疾的地区旅游，哦，然后把他们带回来的，哦，这个都不是。大多数都不是本土的案例。好，好，那这个疟疾就讲完了。那这个如果等一下没有讲完，就下次再讲齁。那这个其他的孢子虫，就是除了疟疾以外的孢子虫，接下来就是要讲除了疟疾以外的孢子虫齁。那有包括这几只啊齁，啊这些也是属于这个 Epicomplexa， 也是这个门顶端复合虫门齁。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个构造嘛，我刚刚讲过齁。好，你看一下齁，我会讲这几只齁，同学们你们把重点放在弓虫跟引孢虫这两只是比较重要的，临床上会引起的症状也比较严重齁，你们把重点放在这两只。那其他的因为同样都是孢子虫，所以我就还是要介绍一下齁。好，那我这边画星号的这四只齁，弓虫、背刺、球虫、引孢虫跟环孢虫齁，这个是属于刺激性的寄生虫。什么是刺激性的寄生虫你们还记得吗？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染这些寄生虫才会导致症状。啊，如果你是你很健康，你免疫力很正常的话，感染这些寄生虫哦，通常是不会有症状的哦。好，那这个我刚才讲过哦，这一类的寄生虫是属于孢子虫，它是属于顶端复合虫门哦，主要就是有这个构造齁，叫做 apical complex， 这个是顶端复合体的意思。它们在虫体的前端齁，有一些腺体的构造齁，这个是腺体的构造，包括棒状体啊、微状体齁，这个都是腺体的构造。它们会分泌一些酵素齁，它们会分泌酵素，然后把宿主细胞的表面把它溶解掉齁。所以这个 apical complex 对这个顶端复合虫的这些
顶端复合虫们这些原虫哦，对他们的侵犯宿主细胞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哦。好，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孢子虫哦，它的生活史里面有有性生殖跟无性生殖的时期哦，啊，这两个时期都是在脊椎动物里面发生哦。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这跟疟疾不一样。哦，刚才是不是有蚊子？哦，刚才的疟疾是有性生殖是在蚊子里面发生嘛，对不对？哦，啊，我接下来要讲这些有性跟无性生殖，都是跟节肢动物没有关系，哦，都是在脊椎动物里面发生，哦，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才要特别拆出来讲，哦，好，那第一个讲的是弓虫，哦，弓虫 Toxoplasma gondii 哦。弓虫为什么叫做弓虫？因为它的形状，你看一下它的形状哦，这个是它的形状哦，形状有点像半月形，有点像那个弓的那个形状，所以它叫弓虫哦。好，这个是急性感染期的活动体。弓虫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名词哦，就是说急性感染期的活动体叫做 Takizoid 是专指弓虫。急性感染性的活动体，它就不叫 Tropozoid。 你们之前阿米巴是学 Tropozoid 嘛，活动体嘛，哦，那弓虫的话 Takizoid 是特别形容弓虫急性感染性的活动体，哦，呈现这个弓形，哦，这个弓你觉得有像弓形吗？反正它就是半月形的，哦，那个形态，哦，好，那它其实在100多年前，啊，它是在啮齿类动物啊，就是老鼠里面发现弓虫，哦，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弓虫跟人类的一些眼部的病变、眼睛的病变，哦，像是视网膜脉络膜发炎的病变有关，哦，然后之后也发现说它跟一些先天性的胎儿疾病，哦，有关，像是水脑症。你们听过水脑症吗？小脑症、水脑症，哦，有一些胎儿就是那个脑袋很大，哦，很大颗，哦，那个可能就是跟这个感染弓虫有关系，哦，好，水脑症有听过吗？啊？哦，好，这个是它的流行病学啦。它其实弓虫的感染率还蛮高的，还蛮普遍的吼，哦。在欧洲地区吼，哦，像是英国、芬兰，感染率大概20%，20%其实对寄生虫来说是很高了，20%已经很高了吼，哦。好，那这个参考一下就好。法国有一些地区感染率超过90%。这个主要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他们习惯吃这个生肉，法国有些地区啦，所以这个就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然后拉丁美洲跟撒哈拉沙漠南部有很多流浪猫。好，为什么会提到猫？主要是弓虫的生活史跟猫有关，弓虫的生活史跟猫有关。好，你看一下哦，下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啦齁。弓虫的生活史要发生的话齁，最少要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猫，一个是老鼠，最少要有这两种齁。好，你看一下齁，猫会吃老鼠啦齁，猫会抓老鼠啦齁。猫如果把老鼠体内的组织囊体齁，组织囊体叫 tissue cyst 吃进去之后，猫就感染了。猫感染的话，它的粪便里面会排出这个软囊体，软囊体叫 oocyst 齁，哦。好，老鼠不小心再吃到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老鼠就受到感染了，哦。所以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循环，就是猫跟老鼠齁，哦。好，等一下我会再讲详细一点齁，哦。好，台湾有没有弓虫感染？是有的齁，哦，但是案例没有很多齁，哦。这个是2010年，其实只有几个，全年大概只有几个案例，2017年有20几个，所以这个是没有减少的趋势啦齁。好，弓虫是法定传染病，法定传染病齁。你们到现在学的法定传染病有哪些？还记得吗？随便举。有没有？法定传染病的寄生虫。讲得出来吗？其实刚才疟疾也是，刚才疟疾也是，哦，那还有没有？阿米巴哪一只？痢疾，
痢疾阿米巴。好、哦，痢疾阿米巴是法定传染病，法定传染病就是感染之后要通报的啦，要通报的，所以它才会有这些统计的数据嘛。一般的不会有这些统计数据哦。痢疾阿米巴、疟疾、弓虫，哦，就这三种哦。我们学到的基因统里面是法定传染病，法定传染病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临床上的症状会比较严重的，所以才需要通报，才需要管制。好，好，你看一下这个生活史。好，刚才讲最简单的生活史是不是要有猫跟老鼠，对不对？猫在这里，猫跟老鼠，猫跟老鼠就可以完成最简单的弓虫的生活史。好，猫的粪便里面弓虫会在猫里面进行有性生殖，在猫，所以猫对弓虫的传播来说很重要。猫它会在猫里面进行有性生殖，有性生殖的产物叫做 OOCs， 叫软囊体这个软囊体会从猫的粪便里面排出来那老鼠不小心把猫粪便里面的 OOCs 吃进去，就感染了。好，这个一定是误食哦，这个一定是误食，这他不可能就是专门去吃那个猫大便嘛，这个是误食哦。好，因为老鼠其实什么都吃嘛，对不对哦？然后老鼠吃到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之后，它就感染了。感染之后，这个弓虫会在老鼠的组织里面哦形成组织囊体，就是在它的肌肉里面形成组织囊体哦。好，这是肌肉里面的组织囊体哦。那猫又去吃老鼠，哦，又把这个组织囊体吃进去，啊，猫又感染了，哦，这个是最简单的，哈，好。我问你哦，像那猪嘞，猪跟羊啊、牛啊，有没有机会吃到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有没有机会？误食，也是有机会啊，对不对？误食嘛，误食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你看这条线就拉出来哦，这条线拉出来，猪、羊，还有其他的一些。你要吃到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就感染了。吃到软囊体感染之后，它们一样会在它们的肌肉里面发展成这个组织囊体，所以它跟老鼠的角色是一样的，反正就是误食嘛，对不对？好，人如果你去吃这些猪肉啊，生吃好了，生吃猪肉或牛肉或羊肉是不是有可能吃到它们肉里面的组织囊体，那就感染了人就感染了好，这是这一条线这中间这条线，那还有这一条线，人有没有机会直接吃到猫粪便里面的组织囊体？人，你不会去吃猫大便吧？不会吧？那你有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吃到组织囊体？不是组织囊体，那个软囊体，说错了。人有什么机会去吃到软囊体？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有什么机会啊？我不会去吃猫大便吧，对不对？那你看一下这个图，这是什么图？想一下，人有什么机会吃到猫粪便里面的 OOCs 软囊体？有什么机会？有没有机会？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哎，有这个答案有人讲过，麝香什么？麝香猫还是什么？麝香咖啡？还有什么？我跟你讲，那个咖啡如果你有煮过的话，它就不会怎么样。你有养猫，你会去清猫砂吧？对不对？清猫砂，猫砂里面就是猫的大便啊！你清猫砂完之后，没有洗手。没有洗手就去吃东西，那就把猫砂里面的猫粪便里面的 OOCs 吃进去了，这是误食。所以为什么卫生习惯那么重要？卫生习惯很重要，就是洗手，因为你不知道你接触过的东西有没有一些感染源在那边。这个就是猫清猫砂啊。好，然后就把这个，你看它直接这个 OOCs 就拉过来了。所以人其实有两种方式，然后一个是吃到这个生肉里面的组织囊体，一个是吃到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好，
这个如果你们懂的话，其实就工虫就结束了啦。好，你看一下，这个也是生活史的图。其实这个有好几张生活史的图啦，你们看哪一个图你们比较看得清楚啦？人在哪里？这边，人怎么感染工虫的？有两条路。第一个是猫，这个是猫吗？对，猫粪便里面的 OOCs， 粪便里面的 OOCs 是直接吃进去齁。第二个是生肉，猪肉、羊肉里面，就是他们身体上面的组织囊体吃进去也会感染齁。好，所以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感染期？是不是感染期？对吗 ？OOCs 的跟 tissue cyst 的这两个都是感染期，它上面有写个 I 嘛，就感染期嘛。好，那我们人如果吃到这个 tissue cyst 啊，或是 OOCs 的，哦，它里面的这个 takezoid 哦，急性感染期的活动你就会跑出来。哦，它其实里面有那个啦。就是这个里面的孢子齁，它会转型变成 takezoid 齁，就是我们吃到 tissue cyst 或 OOCs 里面齁，里面的那个孢子齁，小体就会变成 takezoid， 它是急性感染期的活动体齁。好，急性感染期的这个活动体它要去感染 macrophage， macrophage 知道齁，免疫细胞齁，它会去感染免疫细胞齁，它会在免疫细胞，就是 macrophage 里面进行无性生殖。macrophage 会把那个 takezoid 把它吞进去，然后它就在 macrophage 里面进行无性生殖。它杀不死它，它杀不死它，它反而会在里面进行无性生殖。好，你看它在里面进行无性生殖循环，到时候是整个 macrophage 里面都是工虫，整个 macrophage 里面都是那个，都是 takezoid 嘛，对不对？没问题吧？整个 macrophage 里面都是 takezoid。 好，那诊断期的话是血清或脑脊髓液都可以诊断到工虫的抗原或抗体。 好，这个也是生活史，这个也是生活史的图。好，有性生殖是不是在猫里面发生？有性生殖是在猫里面发生吗？好，所谓的有性生殖，我刚讲过，有性生殖的话一定会分化成配子体，雄配子体跟雌配子体，然后进行受精作用变成核子，核子才会进一步转变成 oocyst， 然后随着猫的粪便排出体外，这个才叫有性生殖。好，所以猫的粪便里面是不是 oocyst 排出体外？好，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是，刚从猫粪便里面排出来的 oocyst 是不成熟的，是没有感染力的 oocyst， 这叫 unspolulated oocyst， 就是它是不成熟的 oocyst， 这是没有感染力的。什么时候才具有感染力？猫粪便里面的软囊体在外界环境大概几天的时间它就变成熟了，这时候才具有感染力，刚排出来是没有感染力的。几天的时间，这个软囊体它就会成熟，成熟叫 sporulated OC， 这个是成熟。你看这个里面是一坨的，这个是不成熟的。它成熟的话，里面会有两个 sporocyst， 这个才是成熟的。好，我们吃到了这个成熟的 OC 才会感染。你看嘛，其实老鼠吃到 OOCs 是不是就感染了？那人是不是也可以吃到 OOCs 的，也可以感染嘛？对不对？好，感染的话，那个 OOCs 里面是不是会这个孢子就会跑出来，然后它是不是就变成 takezoid 了，然后去感染 macrophage， 对不对 ？takezoid 是不是感染 macrophage？ 好，这个叫做急性感染期。所以它才叫急性感染期的活动体，叫 takezoid 嘛。急性感染期它去感染 macrophage， 然后经过几个循环之后，它就会被带到这个 takezoid 就会被带到组织里面，然后到组织里面去寄生。到组织里面去寄生之后，这个 takezoid 会变成一个慢性的叫 bradyzoid， 这是慢性感染期的活动体。这边同学你们名字名词啊，别不要搞混啊。急性感染期感染 macrophage， 这个叫 takezoid。
然后当它被带到组织里面，寄生在组织之后，它就变 bradyzoid。bradyzoid 是慢性感染期的活动体，那它就是一直在组织那边寄生的，就不会再跑到其他地方。所以为什么猫吃老鼠？我问你，猫吃老鼠是吃老鼠的什么 ？tissue cyst， 对不对 ？tissue cyst 是什么？那里面就是 bradyzoid， 对不对？哦，好。那你看，猫再把这个老鼠组织里面的 bradyzoid 吃进去，是不是猫就感染了？然后再进行有性生殖。然后再排出 OOC，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好，哦，好，这边只是再强调一下哦。所以弓虫的有性生殖是不是在猫里面？这个没有问题吧？弓虫的有性生殖在猫里面嘛？哦，这很重要哦。这考试常常考啦哦。其他的动物都不能进行有性生殖，只有猫可以啊。啊，你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只有猫可以？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还在研究阶段，这个不知道。也就是说，除了猫以外的动物，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让弓虫行有性生殖就对了。好，哦，好。然后，猫可以吃到，比如说猫可以吃到老鼠的组织囊体就感染了猫，猫也可以吃到这个软囊体。哦，好。啊，猫吃进去的话，它会感染猫的肠道细胞，哦，然后猫比如说吃到老鼠的组织囊体，哦，然后它会感染这组织囊体里面是不是那个孢子就会跑出来嘛，哦，然后它会感染猫的肠道细胞，哦，然后在里面它会先进行无性生殖，无性生殖的话是要让虫数变多，哦，它进行无性生殖之后，然后它会分化为配子体，然后最后再受精，这个才叫做有性生殖吼。所以在猫的肠道细胞里面，它会先进行无性生殖，让数目变多，然后之后它会分化为雄配子体跟雌配子体，然后进行有性生殖。有性生殖之后变什么？有性生殖的产物是不是核子？核子再变成软囊体这样子，然后随猫的粪便排出体外。哦，好。所以有性生殖的产物是软囊体，这没有问题吧？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吧？吼，好。那我问你，其他的动物有没有可能产生软囊体？其他的动物有可能产生软囊体吗？不可能，其他动物不可能有性生殖啊，所以它不会产生软囊体。好，好。所以这个是几个弓虫的生活史里面的几个实习。好，好，我就把它列在这边。吼，第一个是 Takeyzoid。Takeyzoid 是急性感染期的活动体，叫 Takeyzoid 齁，哦。它呈现半月形嘛齁，哦。好。因为它是急性感染期，所以它复制的速度会比较快齁，哦，所以它是快速复制的形态，是所以它是急性感染期的活动体齁，哦，鉴于急性期齁，哦。好。这边有一个名字叫 pseudocyst， 什么叫 pseudo?pseudo 是假的对不对，假囊体齁，哦。假囊体是形容那个，我问你 Takeyzoid 是不是会感染 macrophage， 对不对？然后 Takeyzoid 会在 macrophage 里面进行无性生殖，然后把整个 macrophage 把它占满，哦，啊，那一个形态就叫做 pseudocyst，哦，好，就是这个形态。 macrophage 里面有很多个 Takeyzoid， 这个叫 pseudocyst，哦，好，好。第二个是Bradyzoid 是不是就是慢性期的慢性感染期的活动体，哦，当 Takeyzoid 被 macrophage 带到组织之后， Takeyzoid 就会变成 Bradyzoid， 然后它就终其一生就寄生在我们的组织里面，它叫慢性感染期的活动体，哦，好。所以它的复制是很慢的，啊，所以它才叫慢性，啊，它存在于组织囊体里面。在下面这三个时期是在猫里面发生的。刚才我讲过，猫感染之后，它刚开始是会进行无性生殖，对不对？无性生殖的目的是要让数目变多。你看一下，刚开始它会进行无性生殖，
然后它一样会释出这个 Milroy， 然后 Milroy 会进一步分化为雄配子体跟雌配子体，这两个是不是会受精？受精之后就变成核子 Zygote， 核子再变成 Oocyst， 然后 Oocyst 随着粪便排出体外。这边听得懂吗？听得懂。好，这个就是我刚讲的 pseudo cyst， take it away 去感染 macrophage。 你看一下这个一个 macrophage， 里面有很多个这个半月形的 take it away， 这个这一整个这一颗叫 pseudo cyst。 好，那这个咧，这 macrophage 破掉了，这个 macrophage 破掉之后，你有看到这个 take it away， take it away 就跑出来了，这个是 macrophage 破掉，所以这个是 take it away。那这个是在组织里面的组织囊体 ，tissue cyst 是组织囊体。那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一只一只的是什么 ？Bradyroy， 对不对？组织囊体里面是不是 Bradyroy 啊？这有问题吗？组织囊体里面这一颗，这是一只一只的是 Bradyroy 啊，没有错吧？对啊。一个 tissue cyst 里面哦，大概一个 tissue cyst 大概100 micrometer 啦，里面有很多个 bradyzoid， 一只一只都是 bradyzoid 吼。好， bradyzoid 可以存在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里面，包括是骨骼肌、心肌跟脑部都有可能发现 tissue cyst。 好，所以这个它才叫慢性感染期。慢性感染期就是一个 tissue cyst 里面有很多只 bradyzoid， 它可能终其一生都会存在在你的组织里面。好，这个只是复习。人怎么感染弓虫的？你想一下，人怎么感染弓虫的？人怎么感染弓虫？吃生肉，我吃生的猪肉，猪肉里面是不是有 tissue cyst？ 我吃进去就感染了嘛。吃了生肉，没有煮熟的肉类，或者是什么误食猫粪便里面的 oocyst， 对不对？这两个途径而已嘛。就人就是这两个途径感染嘛，主要了哈。好，那我问你，器官移植有没有可能感染？器官移植，就是说那个人有感染弓虫，他把器官移植给我。这有没有可能感染？有可能，有可能。器官移植有吧？有啊，器官移植啊，或输血有没有可能感染？刚刚不是说 take it away 会寄生在 macrophage 里面？啊 ，macrophage 是不是在血液里面？那我输血的话，也有可能感染。器官移植，那个器官里面的 tissue cyst 移植给你，你也会感染啊，对不对？好，实验室的感染齁，然后再最后是先天性的感染。妈妈如果有感染弓虫的话，小朋友会不会感染？胎儿会不会感染？会不会？他是透过血液循环啊，血液循环里面有弓虫啊，他就可以传染给胎儿啊，对吧？所以这些感染弓虫的途径，你们稍微就是要注意一下，其实这是可以想象的啦。血液里面有 take it away 嘛 ，take it away 所以输血会感染嘛。那组织器官里面有 tissue cyst 嘛 ，tissue 所以器官移植会感染嘛。哦，好，好，我刚刚有讲弓虫是刺激性感染的寄生虫，对不对？所以在免疫力好、免疫力正常的成人，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吼。只有在免疫力受到抑制的、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或者是艾滋病患，吼，艾滋病患吼，感染弓虫的症状会比较严重，吼。好，那他的症状比较常出现在，他比较常会有脑部跟眼睛的症状，吼，比较常会有这两个地方会有病变就对了。这个是英文版的，这个是一样的齁。好，
免疫力正常的吼，就是通常是没有症状的吼，然后就是免疫力低下才有症状，特别是艾滋的病患哦，他会有脑部的感染哦，这个叫做弓虫引起的脑炎哦，特别会在这个艾滋病患的身上的脑部里面发现哦。好，这是一个 AIDS 的 patient， 他的脑部的切片，这是实体解剖，他的脑部切片里面就有看到弓虫的 tissue cyst， 你们看一下，有看到 tissue cyst 在里面吗？找得到吗？有没有看到哪边是疑似组织囊体在那边？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吗？这里啊，这个，对不对？这是 tissue cyst。那我问你哦 ，tissue cyst 里面是什么？一颗一颗的是什么？会回答吗 ？tissue cyst 里面的一颗一颗的是什么？慢性感染型的活动体，叫 bradyzoa， 对不对？对哦。好，那孕妇如果感染弓虫的话，有50%的机会导致早产。好，所以孕妇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所以在有一些诊所，妇产科的诊所，它会有产前检查，它会针对弓虫去做检查。好，那这个其实是就是一个案例啦，这个是看一下就好了。这个是足科女工程师齁，她流产3次齁，好，然后后来她去检查，其实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流产啊，她就去检查齁，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她其实在她有养，就是在怀孕之前她有在路边捡一只野猫回家齁，然后就拿回家养齁，然后医生发现那个猫的血液里面跟这个女工程师的血液里面都有弓虫的抗体的反应，都有检查到弓虫就对了。然后之后这个医生就开抗生素，然后把他血液里面的弓虫把他杀死，把他杀死之后他就顺利就怀孕了。好，反正这个案例还蛮奇特的啦。好，那婴儿如果感染先天性的感染的话，他会有水脑症或者是小脑症，这个就水脑症，这个是看，对，这是水脑症。好，这个是真的哦，这个是真的哦，水脑症。然后它会有两侧的脉络膜炎哦，就是眼部会有一些病变哦。那这个就是因为妈妈有感染哦，然后透过胎盘哦传染给这个胎儿。那这个是眼部啦，眼部的弓虫症有可能在视网膜或脉络膜导致一个损伤齁。好，我们要怎么去诊断弓虫齁，就是测我们血清里面的一些抗体啦齁，然后孕妇的话可以测母体的 IgG 或 IgM 齁，就是抗弓虫的 IgG 或 IgM 齁，然后超一波检查是不是有水脑或水肿。再来的话就是直接看到虫体，可以从体液或血液里面去检查弓虫的虫体。好，有问题吗？有问题吗？没有。好，那这些治疗的对象其实一般的感染是没有症状的啦，那下面这些像是先天性的感染啊，或者是感染症状比较严重的或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如果你去感染弓虫的话，还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出现。好，好，那这个药物齁，同学们就参考一下就好，我不会去考你这个啦，参考一下就好啦齁。好，这是一般的弓虫的药物啦齁，但是这个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针对孕妇的话齁，有另外一种药物齁。
好，那针对这个艾滋病患哦，又有另外一种药物哦。这个药物因为艾滋病患的话，弓虫比较容易跑到他的脑部去哦，所以他有另外一种药物去治疗哦，这参考一下就好了。好，弓虫是法定传染病嘛，好、哦。然后下面这些就是要通报的，然后有这些符合临床条件啊，吼、哦。或者是符合检验条件，就是看到我真的有看到弓虫的话，这些不管我是从临床上的症状，或是我从那个切片或是体液里面发现弓虫，这些都是要通报的。好，好，那、啊、这个海报，这个是他们宣导的海报啊，你们看一下就好了。这个其实我刚刚都讲过了啦。他怎么传播的啊？有哪些症状啊？吼，这些我刚刚都讲过了。吼，怎么去预防？吼，刚都讲过了。吼，好，你怎么感染，你就怎么预防。哦，我就把那个途径，我就把它切掉就好了。我不要吃生肉嘛，我把它稍微加热或煮熟，我就不会感染的啊。吼，再来就是你跟那个猫，吼，特别是野猫啦。你跟那个野猫玩之后，野猫的感染率比较高。你跟野猫玩之后，你就是洗一下手嘛，就是这样就可以避免感染弓虫。好，那这边的话，这个还蛮有趣的哦。感染弓虫的话，罹患焦虑症的几率多了三倍。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哦。这个为什么？这个其实哦，很多研究都在做啦哦。因为弓虫有可能有机会跑到脑部，哦。那它可能会，弓虫会制造自己的多巴胺哦，然后它会影响脑部的平衡哦，或者是哦，总之它就是影响脑部的平衡，或者是它破坏脑部的一些区域哦。好。再来感染弓虫，老鼠就不会怕猫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为什么老鼠感染弓虫，老鼠就不会怕猫了？其实这个也是弓虫去影响老鼠脑部的一些认知行为。老鼠本来会怕猫啊，有可能是闻到那个猫的尿液的味道，所以老鼠就不会走过去。但是感染弓虫之后，这个弓虫就影响老鼠的脑区哦，有好几种可能性啊，吼，有可能是干扰老鼠大脑的嗅觉区域哦，然后让它对那个猫的尿液的味道，就是不会那么认识猫尿液的味道。好，还有就是它影响了老鼠的脑细胞哦，改变它的认知行为，所以老鼠感染弓虫，它就不会怕猫。这个是研究上面的报道了。好，然后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了。那剩下的我就下次再讲，剩下我下次再讲，因为我怕我讲下去到时候太多了，你们没办法吸收，剩下我下次再讲。那你们下次记得要把这一份讲义再带来哦。